花了差不多45天左右，对。构思我是没有画图纸，都是一边闲一边做。先做是做这个主题这个楼，然后都是内做到外，这样比较好做。不是说只有外面漂亮，内部结构没，内部都有，楼梯什么都有。现在是视频教学嘛，教了差不多快到20个徒弟，还有现实中也有一个徒弟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，既然这一门手艺就是说感觉做出来引起大家的认可嘛，再说我也是做古典家具的，我就想把能不能把我们的现有的先做的这个技术，做古典家具的技术，把它发扬出去。